今天试喝了乌哈气泡水，水蜜桃口味。好喝。有气吗？真的、哦？那有甜吗？甜。真的、哦？真的。那为什么网络上都说不好喝？好喝。真的好喝。真的好喝。好。你可以喝喝看。好。嗯。欧哈，零卡、零脂、零糖，水蜜桃口味。嗯，很浓的水蜜桃口味，淡淡的。很好喝啊，喝起来蛮像汽水的，比市售的气泡水味道浓一点。嗯，想要喝汽水，然后又怕发胖的，可以选择。我没有接到可以冲的。可以啊。